2014年国泰世华高屏区部忘年会活动须知：2014年国泰世华高屏区部忘年会活动说明。欢迎来到全台湾最热闹、最有活力的忘年会。欢迎来到全台湾上热闹、上有气力的每个活动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各位乡亲，各位朋友，在今晚精彩活动之前，有下列事项需要您留意。你按精彩活动表演之前，有几件代志需要请你注意。第一，今晚高屏区活动是穿得最辣、最用心的表演。高屏区今晚活动为要求完整的演出，表演完不会有 encore， 所以请您无需刻意配合喊叫 encore。第一，下暗高屏区区部活动是伫寒人上冷、穿上少、上出力的表演。表演的人家己嘛寒到要死，所以表演煞就表演煞，未明明有表演，搁假声已经结束。所以请你唔免喊甲大细声。表演的人若讲拜拜，大家就等明年咯。第二，今晚的表演大部分是舞曲，所以请您妥善分配您的体力，务必与我们嗨到最后。第二，暗暗的表演活动拢是跳舞的歌曲。若是你家己体力无够，请家己保重身体。如果若是因为你本身无动头，看袂煞，请你家己负责。第三，表演的人不是神，在强烈身体扭动的舞蹈中，唱歌难免会有瑕疵，请多多包涵。第三，表演的人不是神，对头跳到尾，唱歌难免会鼻塞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不信你自己唱看看就知道。第四，今晚为求演出感官效果，所有演出人员的服装都没有安全措施，所以请您切勿近距离拍照或拉扯演出人员服装。最后一点，为着要让大家看欢喜，请千万不要对下面向台顶翕相，尤其千万不要挡不住那些演出人员的衫角裤，因为大家里面都没穿，拜托拜托。高屏区忘年会的表演即将开始，希望您喜欢今晚的节目。好啊，现在高屏区每个表演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不要拍摄跟我们最近享受阴暗的演出。高屏区每个活动最嗨的演唱现在开始，尖叫声。